最好啊，净系俾宝石啦，咩金币嗰啲其实就冇乜用，唔使俾金币啊，最好全部俾晒宝石咁样啦。啲金币哇，成几百万未开个头啊，唔知攞嚟做乜。跟住你嗰啲交易商嗰啲卡出得又慢啊，跟住你嗰啲钱啊多到咧都唔知攞嚟做乜。问好。咁你嗰啲金币啊，送也不要，狗也不要，除非你出快啲，即係你交易商嗰啲起码你出多啲新卡啊，种类多啲啊，咁样冇一次等成个月先出嗰三张黐孖筋食屎啦，要咁多，要咁鬼多金币攞嚟托咩大佬啊，啱啱你教我点用啊，真係我问返你转头。百几万金币请问如何使用，我问返你转头。冇途径再去用嗰啲金币。因为你俾多啲途径出嚟咁样，你啊令到个游戏有趣啲咁样啊，好啲囉。你啲金币太过单一化囉，即係你纯粹啊冇咩其他特别即係有趣一啲嘅使用方法咯，变咗你淨係可以喺度买嗰啲交易商嗰啲卡，但係又出得慢又唔多啊，咁啊根本上係冇乜用啲金币。其实票券都係嘥鬼气嘅，票即金币啊，头先讲完啦，废㗎啦，咁跟住票券呢，咁今次啲卡其实大部分都係废。咁啊呢个又係唔满意嘅呢、這个啊。你俾嗰啲票券其实就冇乜意思嘅，讲真全部都係垃圾。你参加 WCS 预选赛啊嘅主要目的係咩，与强劲对手决斗似食屎啦，全部玩嗰啲垃圾的劲个屁咩啊。我一个钟沉默剑士打到9000分冇脑的。冇老爹打一个钟9000分，攞嗰啲咩呀，攞嗰啲二线爹就打到臭啊，打唔到1000分食屎啦，用与强劲对手决斗，强劲个屁咩大佬。喺区域代表预选赛达至高排名，呢啲就留返俾嗰啲爆肝啊，嗰啲咩唔使瞓嗰啲玩家攞啦。你呢个赛制咁白痴，活动的画面切换与咩操作性是否顺手啊？呢、這个要闹啦，呢、這个又嗰日咧又咩啊？打紧嗰个比赛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对手长捞啊，咁即系嗰个画面切换与操作性系无法操作添啊！呢、這个一定系否啦，呢、這个食屎啦吓，跟住同佢反映完之后，跟住啊，我哋会交俾乜鬼嘢嗰、那个咩程式小组咁样去跟进啊吓，咁样芝麻筋答咗得完冇答，咩我都有500多万金币，唔知有咩用系咯，芝麻筋过十八千万、十万、百万、540多万金币，问好。做一次活动你送成10万金币，叫做哇喺好大手笔喎、啊、喂，今次活动奖励送100万金币俾你喎、啊、但係你啲金币係完全係冇用囉，好嘛啊，即係你送一啲係即係嗰、那个即係好似係咩呀，好似之前咪话咩有啲国家嗰啲货币係唔流通嘅，即係是已经是废咗废纸嗰啲国家嗰啲货币。你不如送张 A4 纸俾我，仲可以攞嚟咩仲有用大佬，啱唔啱，芝麻筋我諗 A4 纸都仲贵过你嗰啲咩金币食屎啦。无名决斗者优惠呢啲又係焗你货金啦、啊。喂又有得可以货金途径俾你哋选择咯喎、啊、又可以货金啦各位。食屎啦，跟住啊咩啊，优惠限时，哇又有一个货金途径 啊我哋一个未够啊，喺呢个咩啊6月13号嘅11点开始嘅呢个货金途径啊，已经开咗一个货金通道俾你哋啦啊，但我哋未够后啊，我知道你哋未货够嘅，我哋喺呢个6月14号啊一个啱啱起身嘅钟数8点30分，我哋再开多一道门俾你哋货金
哇，各位观众啊，又可以继续货金了，开心吧！啊，哇，喺货到咧黐孖筋，咁啊跟住，喂，仲未够啊！啊，咁我哋嚟紧嗰啲新套牌，全部都系要货金先买到啊！啊，你哋班契弟，如果想唔货金啊，唔使玩咯吓、啊，我哋一盒啊，只系收你呢个28蚊港纸啫。哇，抵到烂啊！啊，呢、這个啊唔货金真系唔使玩啊！你呢、這个。啊！啲智障契弟啊，焗你货金啦啊，好明显啦，咁啊，即系成只 game 已经系推向呢个货金 game 嘅一个途径啦吓。咁、啊、我哋啊嚟紧以后最劲嘅嗰啲卡咧，就全部都系只可以用现金购买嘅。各位，哇，真系好消息嘅、啊，各位听到系咪啊？已经啊面哭流泪咧吓，系、啊、咪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各位啊！哇，系真系好正啊！食屎啦，各位金主一定系好开心，哇，又可以货金咯 ！Good Konami pay to win 啊，系啊，就系、是、朝住呢个方向进发咯，各位好开心吧，各位啊，津巴布币系啊，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呢个货币咯，即系呢个金币系咩？哇，送100万津巴布币俾你班契弟，舐舐你咯吓，100万喎、啊，发达咯，啊食屎啦，都唔知攞嚟做乜？即系佢话可能你今盒可能咩贵啲，可能你叫我俾5000宝石可以买一盒，咁我都锯啲啊，大佬，你话啊喂，我呢盒有三张呢啲 UR 卡喎吓，咁、啊、你可能要用5000宝石，甚至啊10000宝石，你都叫有个数，啱唔啱啊？吓、啊，你依家系冇嘅，直头系焗你货金先可以玩到，咁即系点啊？咁即系打住免费 game 嘅旗号嚟到去焗你货金咯，即系曲线话自己系一个货金 game， 就咁简单咯，啊、就系、是、朝住呢个货金 game 进发啦，吓、啊，即系你嗰啲，如果你以后唔货金，你系玩唔到啲劲卡嘅，各位，啊知唔知？因为意图已经好明显啦，咁话系一个应该系呢个业绩唔达标啦，吓、啊、呢、這个业绩麻麻地啊，睇嚟就啊要系咁焗一啲优惠啊，焗一啲即系逼你货金嘅途径咁样去焗你啊货金咯，去维持翻嗰个业绩咯。即系你本身商业游戏你可以吓、啊，即系你系要有一啲。即系资金嚟到去啊，持续营运你间公司嘅，咁喺呢个商业角度嚟讲咧，咁其实就无可厚非嘅，但系其实就会唔会有冇咩其他方法系唔使咁极端咧？即系我头先讲，喂，你可能将嗰个宝石嘅价格 set 得高啲，咁样哇，你如果你直接货金咧，咁你可以直接买啦。咁样我都 OK， 我都服你啊，大佬，你唔系啊嘛，依家啊，你系直接焗你啊，焗你要货金先可以玩到，依家咁啊，完全系两个概念啊。即系你如果喺上边，你仲 set 可以买一次，咁即系好似之前咁样，我当你500石，咁啊有一张 UR， 咁我系俾你当你点啊 set 到价，当你咩10000石好未啊？10000石。俾3张 UR 你，咁都叫我锯啲啦，系嘛？啱唔啱？佢今次又唔系啊，直头系冇啊，冇得俾你玩啊！你唔货金啊，就系咁简单。你点睇啊？你唔俾钱啊，冇得玩喎、啊，唔好意思喎、啊，吓、啊、就系咁噶啦，吓、啊、自由市场啱唔啱？啊，你货金咪有得玩咯，啊唔货金食屎啦，吓、啊！所以如果你大家如果继续想玩咧，咁啊请货金支持啦，啊唔系人哋要执咯，啊已经公开喺度筹款啦，已经依家吓公开筹款啊，啊各位如果想继续玩啊，请货金啦，啊你唔货金就等于系冇得玩啊，咁意思就系咁咯。Konami 咧佢啊，唉点讲咧佢。始终佢唔肯改变下啲即系游戏王嘅一啲玩法，令到佢可以再有趣啲咯。我感觉上，跟住就仲未知自己衰咩世界用咩 DP 计分啊，知咩事系咯？即系佢嗰啲，唉，佢嗰啲游戏嗰啲
嗰啲咩咧？嗰啲玩法規則嗰啲咧，都唔知點，唉！真係好令人興，好令人厭惡啦！有時佢嗰啲規則又唔肯去改變啦，嚇！即係佢可能係即係可以用翻同一。即系你本身你游戏王已经有好耐历史啦，即系入面又有好多嘢啦，咁啊你啲卡本身已经创造咗好多 character 嘅角色啊，咁啊例如仲有衍生出一啲咩故事啊，即系有本身你出嗰啲卡都本身自己系有一个故事性喺度噶嘛，咁啊即系点样咧？即系好嘅地方就系、是、你见 DM 嗰阵时咧。是有埋一啲咩啊，色子怪兽啊，胶囊怪兽啊，怪兽龙门色啊，诸如此类嗰啲，即係游戏对决㗎嘛。咁你即係就算係嗰啲游戏呢，咁你都係用返一啲卡上面本身原本有嘅一啲角色去创造返另一套嘅系统出嚟囉。咁其实你本身你依家呢，你喺呢个方向你都可以尝试下去做下一啲其他类型嘅一啲对战模式咁样咯，就唔系话一定系要用翻呢一套嘅对战系统咁样咯，你可以用下另一套嘅对战系统咁样去嚟到去玩都 OK 咯，我觉得落雷五十蚊，落雷五十蚊啊，落雷五十蚊，你买唔买啊？嗰陣時你都驚囉，如果我係真係咁啊，可能咩閃電漩渦嗰啲都五十蚊，落雷要一百蚊啊，咩閃電漩渦啊，吓聖皇護罩啊，嗰啲已經要五十蚊啊，落雷啊，咩神鷹與無數嗰啲嘢要一百蚊，甚至乎兩百蚊，佢等你班契弟貨晒包真沉默魔導師啊，佢又開始 ban 啦，我諗。是咁策略嘅、哇沉默魔导师就话魔导书可以配合呢、這个啊魔导书啊吓嗱林货晒两边先啊一货晒你死啦啊唔好意思啊各位啊我哋听日决定啊 ,ban 鬼呢个魔导书 啊所以你哋货金之前諗一諗我到底货完可以玩到几多日呢啊几多个钟呢啊